来看就是这海军长下晡发生一件意外，这是这海军这唱水舰的舰长陈继忠啊，在这中央外海这军舰在进行训练的时阵，讲在这指挥台顶和这大雁船拍落海里，而且嘛这军方是大动员在找找，啊不过到今也未找到人。空中的直升机和海上的军舰，按拜日下晡开始就一直搜救。红宝台顶官，还有几排官兵骑着望远镜，而且注意海面。同款在海边在等待的，还有其他同款在唱水舰服役的官校同学。啊，不过到目前为止，依然是还未找到落海的海龙唱水舰舰长陈继忠。如果说当初能够想得到的话，那他就不是意外了。他当然是一个合格的人员，因为他有可能会往柴山的方向走哈。那我们现在也在往柴山的方向来继续进行这个搜救。海军海龙参水舰伫拜日下晡伫遮阳外海进行例行的训练，航行途中有一阵大雁拍来，跟其他五位军官做伙徛伫指挥台顶端的舰长陈继忠，可能是因为无抓好扶手，意外落海。接手指挥的副舰长讲，迄当时船顶随个救生圈弹落去，展开救援，八分钟了后同步出动空中支援。不过徛伫指挥台顶端的人员全部拢无穿救生衣，嘛降低落海人员得救的机会。如果说他穿救生衣的话，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发现，但是这个将来我们可能会修正这方面的一个规范呢。陈继忠是海军官校75年班毕业，1977年开始伫唱水舰服役，经过20冬的训练，去年派任做海龙舰的舰长。官方表示，近日遮阳海域的风浪大概4至5级，是海上 N 的安全范围。不过水流差可能会影响救援，今麦当5万发黄金72小时，甲跋落海底的舰长救上来。记者张坤、陈兴坤各用报道。另外来看，就是咱的这时阵啊，福尔摩沙酋长李贺啊，啊，伫个做日啊，那亲像因为来入去这日本领海的这交界，准予日本保安厅的这船啊逮着，啊，即卖除了这船啊船长甲一个船员，予人靠伫个日本这个方面做调查以外，啊，到月底在船啊顶顶悬的钓鱼啊钓客已经顺利有海巡署带回来咱台湾了。原本以为永远也无法度倒转来呀，各位船员就像为海巡署舰艇行来，再度搭伫台湾土地，心情拢真激动。两艘船来夹，这样夹着，砰！还打那个像打那个炮一样的那个震撼弹呐、啊。13号下晡，福尔摩沙酋长二号在宫古岛海域钓鱼的时阵，和日本海上保安厅认定越界掠鱼啊在赶。船员表示，日本在赶的时阵，唔然发射15枚震撼弹，连丹凤海巡署接到通报赶来救援，原本甲舰艇甲海钓船不作会所啊，拢被切断。在船上的那些日本队员的话，他就把这个缆绳截断。为什么我们要留在船上？就是除非我们把船跟人安全的带回国家，否则我们绝不妥协。到尾啊，日本是占领的优势，所以目前船啊、甲船长王维新、船员刘冰清有关的扣留调查。不过，咱国去船啊，是不是真正侵入日本的海域？这个需要日本搁再提出进一步证据。事实上，有一些这个海域啊，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是属于我方或者属于日方，那我们也呼吁日本啊，尽速的跟我们展开这个渔业谈判。长久以来，能够去看存在不清楚的地带，外交部认为这个事件并未影响台日关系，但国呼吁日本必须赶紧展开渔业谈判，唔好让台日渔船啊海钓纠纷继续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要来关心这禽流感消息，因为这禽流感大型的病例即马又过增加6个人，除了有这禽流感的病人有愈来愈侪以外，即马季节性的流感的病人嘛有增加。啊，即马伫讲伫这国外有一种这流感的新的药啊，啊根据伊的这人体试验，讲伊效果比这禽流感更好。啊，不过就关键讲，这也阁需要阁做进一步了解。今仔日新增加6名大型病例，年岁是7岁到82岁。目前国内累计大院病例有228例，一个大院有52例，死亡病例有14例。除了禽流感病人继续增加以外，季节性流感人数也愈来愈侪。除了禽流感药物以外，即马国外要传出有一种用静脉注射的治疗药物帕拉米韦，用来治疗流感。
经过亚洲的大规模实验显示，只要做一剂，就等于是服用五天的血流感的药效。在急性的时候，你不能够用口服，也不能用吸的，当然用静脉注射有它治疗的效果。但是是不是用治疗心流感，目前也不知道。但是医生说，这个心流病名预防流感，可能作为治疗作用。有抗病毒药物，你的病情可能会缩短一天到一天半。那至于它会不会演化到重症，那就看个人的免疫力、抵抗力的问题。按照目前这项新药还在第三期临床试验，一旦上市，到时阵国内是不是引进，对禽流感是不是有效？疾管局表示，目前还无接到相关的讯息，又搁进一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